京王集团与香港与业界同发展同创造，扎根工程界40载，集团时刻秉持投入、共赢、缜密与传承的核心价值，凭藉多年累积的经验、人脉同资源，致使京王能够在瞬间万变的市场中持续提升竞争优势，稳占领先的地位。京王的核心机电工程业务在过去30多年间，紧随时代机遇和经济步伐稳步发展。集团致力为客户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机电工程、通风设备、吸排水系统和消防装置等综合工程方案，并以促进客户的最佳利益、效率和竞争性为目标。我们富经验的工程团队具有能力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提供稳健可靠的项目管理服务，能够将项目细节无缝地从初步规划完整实现，为客户提供适时的指引和专业的支援，有助客户全面提升竞争力。我相信成功是需要付出的，能够做到投入至诚，已经赢了自己，赚了经验，这样集团才可以茁壮成长，回馈社会，超越客户的期望。京王肩负推动业界持续发展的使命，努力平衡社会、经济及环境多方的发展，旨在实现行业一体性，努力为客户创建多元综合的建筑解决方案，有效加快和简化整个建筑流程。集团在发展核心机电工程业务的同时，积极发展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带领行业优化服务，旨在与客户建立长远合作关系。京王机电是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专门提供工程维修保养服务，包括定期、单次及紧急维修服务。团队与京王工程合作无间，实时获取一手项目资料，适时为客户提供快捷、可靠、无缝的维护方案，确保客户维持长远的回报。京王集团咧创立于1983年12月。我哋创立呢个京王集团嘅宗旨咧，系以呢个忠诚同优质服务提供俾我哋嘅客户。咁多年来，我哋系得到业主啊，同我哋嘅团队、我哋嘅员工、我哋分包商、我哋嘅供应商，大家上下一心推动发展，互惠共赢。京王建筑系京王集团嘅另一全资附属公司，系集团机电工程业务以外嘅新发展。旨在与集团核心业务共建共用，互相配合，为业界提供多元化、高增值、一站式的建筑服务，赢尽多边优势，积极共享资源，创造发展潜力。京王建筑是注册一般建筑承建商，具能力提供改动及加建、奢华装饰及一般装修、新建筑、拆卸、楼宇及公共道路维修、保养及翻新等工程。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独特的体系和秩序，京王之所以成功在业界屹立40载，全因为每次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的时候，集团总是能够安全有序地应对每一项细节。多年来，京王积极实践安全第一的企业责任，建立全面的管理框架及安全机制，致力将健康及安全与日常营运加以融合。集团严格遵守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和环境保护的规范，并坚持执行最高的质量标准和合规管理，时刻将客户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的团队持续监督和管理各工作场所，务求为客户、员工、分判商、供应商以及所有持份者创造安全和理想的工作空间。我相信每一个行业，甚至乎我们每一个的专业，要持续发展，除了要走得快，还要望得够远。如果要领先行业，一定要放眼国际，融合科技。我们必须拆解固有的传统，灵活变通，才可以将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现今科技发达，累积经年的体系、知识和手艺，都可以透过科技加以保存和应用，大大提升其透明度及持续性。科技固然能提升行业的技术效率和前景，但人始终是我们业务的重心。毕竟工程是一门侧重手艺和经验的专业，因此京王十分重视薪火相传、经验传承。
集团积极为新世代创造机遇和实习空间，肩负行业传承的重任，令行业令京王得以持续发展。集团的未来方向是会注重更加多环保节能，接下来我们还会引进更加多智能的系统，会为客户带来多元化的服务。过去十年间，科技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见的，集团明白只有真正实践变革，才能够达到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立桥是京王集团于2019年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专门引进高科技的工程产品和物料，为业界提供崭新、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立桥旨在应对新世代对尖端技术的追求，积极寻求各种创新的科技，协助客户推动发展，实现智慧转型的愿景。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数码化的追求亦越来越切身，越来越生活化。 JPA Technology 于2018年成立，旨在将集团积累经年的工程知识和学问与科技融合，为客户引进智慧工程管理的新模式。 JPA App 是一个装修配对及项目管理平台，成功将工程学中的系统性、标准化和透明度数码化，并加以应用在装修项目上，全面为客户建构一个真正无缝的装修体验。京王重视每一个客户，多年来以成就客户为目标，并时刻紧守最可靠合作伙伴的岗位。无论科技如何颠覆我们的生活，京王必定竭尽所能与客户共同面对各项挑战，齐心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只有不断追求和实践，才可以令客户全面掌握他们的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京王集团必定紧随时代发展，持续深化我们的核心价值。投入之城，伙伴共赢，产物有序，高瞻传承，为客户、为业界创造更广阔、更美好的前景。